那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雨琦的浴室当中到底有些什么，所以要拜托我们的严磊可以帮我们一步去看一看你有什么感兴趣的。我迫不及待了，已经你把你感兴趣的东西都输送给我们。好，今天大家也看见我们面前有一个传送带，这个很像吃寿司的旋转寿司。旋转寿司，旋转寿司就是这个感觉。雨琦的浴室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也会像这个旋转寿司的这个吧台一样的，就转到我们的面前，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对你发问。好，原来你有找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吗？你好奇的。我找到一个很臭的东西，我隔着盖子我就闻到了。呦，你心里有数吗？这是个什么东西？呦，姐姐对不起，我把东西撒手上了。啊，很贵的，你最好涂到脸上吧现在。严磊，你把你感兴趣的东西都输送给我们。哦，已经有东西慢慢的放到传送带上了。有很多很多的好物都在我们面前划过。你看董严磊放出来的是什么？这是什么？你怎么拿了个蜡烛过来啊？你为什么要拿这个？有点像曲奇饼干。有眼光。雨琦对哪一个是最宝贝的？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刚刚他撒在手上的这个就很神奇。